Sylvia Ng 是 ReturnBear 的 CEO。ReturnBear 启动了一个全国性的寄件点网络，这样客户可以前往合作的各个网点，在那里退换商品，并且立即获得退款，无需将商品装箱打包或打印运输标签等。ReturnBear 的系统为品牌方节省了运输成本，同时能够更快速地为消费者提供退款，这样做不仅高效，并且更环保。他在科技领域有着18年的工作经验，曾在 eBay 和 Google 工作，并曾在 Shopify 担任总经理。同时他也是 Amidira 的创始人，旨在为癌症病人制造提供关怀礼包，帮助他们与病魔斗争。在工作之余， Sylvia 亦是科技行业活动中活跃的演讲者，多次参与 Elevate Women in Tech、Big Data Toronto 和 SMX 等活动的演讲，并在2018年被评选为加拿大科技行业最鼓舞人心的50位女性之一，在2022年被评选为 Bay Street Bull Women 年度30位杰出女性之一。